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喜，我现在在河南省漯河市，然后漯河正在举办食品博览会，在明天16号到18号，今天是15号，我们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这边好多车呀，太多了，人来人往，车来车往。参观时间5月16到18日。5月16为专业采购商日，不对公众开放。第11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，进去看一下，人还挺多的呢。这好多商家在这里领取桌椅呢。这边还正在布置展厅呢。好多这种小卡车，这里面装的应该都是食品之类的，然后来到这里展厅，好布置展厅。这边大部分的展厅都已经布置好了，只有个别少数的还正在布置当中。人太多了，车也太多了，都走不动，这车走得好慢啊。这边还有卖各种食品机械的，月饼机，还有这个什么机械，好多。转了一大圈，里面卖好多食品的，都是一些带包装的食品，比如说那个月饼了、饼干了、辣条了，还有一些饮料啥的。但一些像那些蒸熟的包子，这些食品肯定是没有的。其他的食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没有的，太厉害了。我都想吃了，再去转一圈吧。就在通往漯河的路上，这个展厅厉害了。里面全部都是漯河的食品公司，东辉食品、少林寺、少林转机，还有这个漯河美心食品，好多好多食品公司都来到这里来了，山东的、北京的、上海的，这么大一盘，这有多少家呀？太厉害了。